volleyball 是排球，然后谦卑呢是 humble 啊，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，是吧？这是小时候就念的就说的。但是我突然又想起来嘛了，你像我是1970年8月10号分配进了天津钢厂当工人，那时候那都上山下乡啊。当然我们当时分配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，分配工厂好还是上山下乡好，这是后来逐渐的，哎呀，知道这个老三届那些人上山下乡很辛苦，就是分配工厂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儿。但是我想说嘛的，就是1970年8月10号进天津钢厂的时候，就好像昨天的事儿一样。可是今天我就开始听老年人如何的吃药啊，如何生活呀，让老龄人如何如何。因为这一转眼就太那嘛了。这 of course 特别好，特别好的一个事儿，一个句子。你比方说你帮助人家了，人家说谢谢你 ，of course， 你说没事儿，这是应该的，当然了，不用谢。这 of course 这是，这 theater 这是剧院，你要上那个剧院看电影啊，看那个话剧啊，看那个歌剧，这个场所就叫 theater。这一淘碧谷是沿着那个安大略湖的一个县吧，也算反正一个地名，一淘碧谷，你看翻译多好。这为什么说公顷呢？是说自然保护区的公园是多少公顷？我现在就念成嘛呢 hectare 是公顷 ，hectare 公顷。这个呢是祝福，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动词，表示动词的被动时的过去时，还是就这几个字啊？要这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有福的，哎，就是祝福语。大概就念成舒库福库萨拉塔，舒库福库萨拉塔，舒库福库，这可以得找那五十音图啊，一个一个的都得认识了才能念好了。这3分钟了，我马上也该游泳了，你看他们游泳的可能也来了。这个很早就有人，这个有三个很大的这个体育中心，然后特别的人多。